到了，哇！就是我的好朋友，真的，他的民宿，哎，有这样一个朋友就可以，所以我说我是不是花莲可以边吃边喝？我是不是说我花莲有家？有，基本上，对不对？趁势哇，哎，来，小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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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，你刚才准备这个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这个猪肉，一哥，这个魔老鬼啊，魔老鬼啊，你知道在部落来讲。会烤乳猪那是多重要的会议，对对对，就是很重要可能的啦。因为今天就带你们来，我觉得我希望你们是我最重要的贵宾，请我朋友安排这个东西，好好招呼你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在这边好好的吃吃喝喝，这样聊聊天这样。韩国草花了不少钱吧？啊，韩国草很难种。不要说他这个花很多钱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光维护就麻烦。是啊，所以希望啦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大家有空可以来找他住民宿这样。可以哦。好啊，但是因为我们还要买一些菜，哦对，他可以借个厨房 ，OK OK， 好不好？等下弄一下这样子，来，好，等下再聊，等下再聊，期待房间的味道，期待期待，哇，好香啊，这个炭香味，来啊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哎，这个水烧开了哦。对，因为我要烫这个笋子，你这个笋子要稍微烫一下。帮你收一下哦，不然你们会中毒。脏脏。对。为什么会中毒？因为它里面有槟榔碱。什么叫槟榔碱？就是跟倒吊子一样。哦。所以哥，你之前有煮过这道菜吗？没有啊。哦。刚 Google 学的。好厉害啊！因为我刚刚不是讲说，我觉得花莲就是五花肉对我印象很深刻，对，所以我想要用这五花肉，有点像竹笋炒肉丝的概念。哦。哎，哥哥 order 你真的弄对啊，只是五花肉更好吃嘛，所以我们就稍微准备一下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很想帮忙，但是不要，没有，你们帮忙看看聊天就好了，不好意思。有时候因为煮饭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 tempo， 对啊，如果突然插进去了，他可能又拐了脚，哎呦，不知道突然。你现在还蛮会比喻的。比喻的让我们听得蛮模糊的，怎么会呢？就是不，我这时候就插进去，然后拐了脚的。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，他脚这样子要插进去，一脚插进去，半被绊倒了。对，哎姐啊，或是不小心拐到，那你介意如何？忽然觉得有种想把他们赶走的感觉。对啊，就有点吵，太吵太吵，静静的。我们就是安静的陪伴。对，我们就不是我们。默默的离开去打麻将，对他一个，不会很快啊，再给我，等一下给我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要说两分钟，对，好，再给我两分钟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哎，很激情，不错。好好听哦，真的好听，有吗？有好听，你的中气蛮足的。唱出来的，当然啦，激情挥洒自己，哎，这不能唱，这不能唱，不能，不要六百分的，这有点油了。不会了，好，准备要来煮饭喽。OK， 那现在这道菜就叫做取个菜名吧，取个菜。西兰花西施。low。嗯。哎，收走，收走。槟榔花猪肉西施。怎么样？有意见吗？什么？有意见吗？但是我们用的是五花肉比较好。好。哦。槟榔花五花肉西施。太长，名字太长，太白话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出道43年，这个今天出道几年？15年而已。15年，讲说我太长。小林，你要讲两句话。那个槟榔五月花，哎，最好了，这个最好。可以耶，这个最好。万，哎，万五月花，五月花开在太阳下。不管那风吹何以大，什么的风花都大了单单。其实歌蛮强的，他没有先腌猪肉哦，他直接这样调味。你看小易的动作，熟练。你是不是以前有在哪一家餐厅做过？对，我没工作的时候其实都在炒菜。真的假的啦？可是他没工作的时候都在炒饭，炒饭最难的，因为他炒到粒粒分明。粒粒分明，因为那个就是真功夫了。真的哦，哎，他是蒜味加下去也很大。对啊。好熟练哎，你辣没有不能加太多，因为没有我就一点辣豆瓣酱，真的吗？对，没有，我会适量浅尝即止。是包哥，想要潇洒地挥挥袖，思念总在分手后，不是被你亲。怎么办？啊住，啊万住，好烦哦。要潇洒地，你不会唱了吗？不会，被骗了吗？真的，我还想说可以跟你来一曲呢。哦，哎，哇！小易。
毅同学讲一下这道菜的菜名，叫做吵死，吵死了，来来来，好像一家人一起做这个料理一样，家里面很欢乐。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也帮不上忙，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娱乐一下哥哥，也不会让他觉得他自己是孤单的。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各司其职，做自己的分内事情，这样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就说让你们吃一顿好的嘛。哎，非常好。你看龙虾火锅，海陆空。其实吃这些东西，刚刚菜市场买回来的，我觉得特别有感情。卤味老板 OK， 卤味老板不错，他送我两块猪血糕，有，哎，你吃一下 OK 的，好吃，好吃，来，先尝尝想吃的。阿乐特别帮你准备一个蜂蛹，你哇，姐想吃的话就吃，这样没有关系啊。小林姐 OK， 这个就是还没成型的，啊，它就是还在蛹的时候啊，这成型。哇，好大只啊！等一下我拉给你看，眼睛在另外一边。哦。好，太勇敢了。我们不要琢磨了。好吃啊！哦，这是更明显。哦，蜜蜂都跑出来了。哎呦，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好可怕！我在吃葱啊。那我可以为了你试看看啊。我没有吃过啊。你不是？但是它有嚼劲，它不是。我没有吃过，我试看看啊。哎，你们节目如果吐，应该是没关系的。我试看看啊。保证，给你保证。真的啊，就胖的啊，林碧如就厚的啦。哇，小玉有一点小玉奇怪，哎，有点像，哪有奇怪？有点像某个东西的渣渣，有没有到处？没有到处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蚕蛹的话，会更好吃。童年的回忆，童年吃这个。小的时候，我们家隔壁的邻居，他是阿美族的小孩，哦，妈妈是阿美族，真的。然后后来就嫁给老兵，就跟着他们出去玩。是。那我们去玩什么呢？玩什么？就是在树上去把那个蜂巢拔下来。你们会被叮到满头包吗？小的那个时候也不懂哎，其实是比较小只的，对，就是有些是那就在那个一个洞里面。然后有一条一条的，嗯，然后还有一些蜂蜜，当然最主要是想吃那个蜂蜜啦，嗯，但是问题那个蛹也在里面呢，哦，就顺便，而且是生的，这还有炸过的，你们是生的，真的直接取出来就把它吃了，然后好厉害。我真的很佩服姐，就是她从小的那个环境，让她真的什么东西都敢尝试。看到那个蛹啊什么的，我就觉得，天哪，我真的好佩服她的这些勇于尝试的这个心态，真的很赞。小时候真的美好的回忆全部都回来了。林毅有吃，我也觉得很满足。终于有劝到一个队友有吃，如愿以偿，然后吃到小时候想吃的东西。这个最好吃，我们小试一下这个，做这个，但是它有点小辣，辣，少了点糖了，可以啊，没关系，我蛮辣的，很辣吗？我来做我自己的防备措施，会有一点，会帮你冲，比较下酒的，后劲辣，对，我说有点辣，因为可能刚胡椒撒多了，你不是说那个豆瓣酱，豆瓣酱没有啦，我觉得就是希望带给你们，就是觉得说在花莲我们。就是做个菜给你吃，好好吃哦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个味道很好。哦，真的辣，要蛮下酒，真的辣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个辣，不可以，它不可以的啦。水 OK 吗？它不可以的。水吗？要水，它需要水。它不可以的，真的。李小毅炒那道菜有它的怎么样？有它的辣度。好，对了，我不是一直强调了，它有它的火候。它那个其实猪肉炒得很好，它的咬劲啊，以及它的脆度，哎，猪肉可以咬到脆度，你就知道它炒得适中，我觉得很棒，真的蛮谢谢它的。食材没有问题，可是就是调味料部分，我觉得可能可惜了一点，因为其实不应该豆瓣酱这么辣，让包大哥可能没办法吃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那道菜包大哥还蛮喜欢。吃饭之余，我们还是要玩点游戏啊。哦，哎呦，刚刚我们不是昨天要买那个杯子吗？哎，对，对啊，我们用那个杯子，然后让大家留下一点回忆，这样子。来，我们喝杯饮料，好。不敢吃，真不敢。来，真不敢。这杯是我的。对，这个林姐帮你。很可爱吧？你看，跟我想象画面一模一样哎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小飞穿一整天呢，这个 BB 裤好强哦。强。真的。不热吗？一整天，我觉得脚都不会酸。哎，它这个是有一个喇叭裤，它本身比如说要走久的人，它不会让它的那个小腿肿胀，对，不然它怎么可能穿一整天？
厉害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去攀岩吧。没有了，我们要玩个游戏，拿起你的筷子。筷子，你们会玩敲敲杯吗？不会。简单来讲就是敲敲杯，敲到哪一杯有一样的就表示输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跟庄家不一样。所以你敲到这边，你们要喝自己的，因为我们是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懂了。对对。毅哥，我们先好不好？你先到庄家。对。好，去。敲敲杯，敲到哪一杯？你自己喝啊，因为你输啊。因为没有人跟他同队，庄家死啦！这么会玩哦！嘿，我们没有人跟着他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下一个换你了。我有点慢。敲敲杯，敲到哪一杯？敲到哪一杯？一哥，怎么还是我？因为一哥跟着他，他是庄家，所以他输了。真的？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好来，八哥，敲敲杯，敲到哪一杯？没事。敲敲杯，敲到哪一杯？小林姐，对，你要喝。我为什么从这跳过？你说你要发了我？其实虽然我发了你，呀，对，我比你早生那么久，我发了你，我很想。其实很简单，但是速度很快耶。我们现在速度要加快了。好，我示范了。敲敲杯，敲哪一杯？没事，敲一杯，去敲杯，敲哪一杯？谁？我喝。对，你喝。OK， 好。我现在发现我手残。1, 2, 3, 4，敲敲杯，敲到哪一杯？敲到哪一杯？好可怕！哎呀，干了啦。认真。难得嘛，好不好？好。再一浪。等一下，先一半，再一点。好 ，1, 2, 3, 4。敲敲杯，敲到哪一杯？敲敲杯，敲到哪一杯？你喝，干了啦，干是你吗？对，我是庄家呀。我觉得他有魔力耶，奇怪为什么每次都被他吸走？对啊，被他吸走哎。你为什么被巴鲁的？不是，他就想巴鲁他。最后在那么聚餐的那个 moment， 其实我真的蛮喜欢的。我觉得好欢乐，好快乐，好回到年轻，大家没有分年纪，就像好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大家这么的和乐，那这是让我觉得还蛮喜欢的。我喜欢这种氛围。今天各位大家真的有觉得很累吗？还是还好？其实都不讲话，不讲话，在考虑。说那我们去玩完了这些体验之后，我们稍后。大量的体力，但是他带我们去吃的东西，整个又补进来了，对，所以不觉得累。其实我应该是说，立讲完我就立马的累了。我是讲，我那时候真的是累，我知道，但是很过瘾了。我也是好玩，算是人生的初体验。好了，我是真的用心。用尽全力在安排这一切，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个很难忘的花莲之旅。我没有感觉非常累，因为我那肾上腺素还在。OK， 那我们刚好有一个行程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那个烤山猪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晚上吃饱还要再去猎山猪，我们找你一起去。打猎，我们等一下去打猎。刚才为什么要讲说不累呢？没关系，不累你就被拉走。你帮我准备散弹枪，我就打。整个流畅度下来很。让我难忘，为什么？因为几乎大部分都没有去过，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的，不错。我坦白讲，我还是会给他赞。我觉得很棒哎，他是我儿子的话，我会觉得哇，好棒，什么都交给他也很好。那当然我没办法了，晚生十年，他如果是我的老公也很棒，跟着他玩也很棒。今天就这样了，再下去，我相信我在你们心目中美好的形象就毁掉了，就是不会了，就开始会充满着，好不好？不会，你还要干他吗？不是啦，那我们就要交棒给，那也剩最后一位，哇，交棒了，哇哦！看女朋友嘞，毛哥来，我要谢谢他，真的，毛哥不是，哎，给你抱，真的交给他，毛哥你敢这样？就拿着一下，你先拿，慢点，明天我们就把这任务交给他。因为明天我的安排是不一样的，你们绝对是充满着惊奇，哎呦，恐怖辣球吗？香艳刺激，明天我们确定自由行。哎呦，哦，哎，有哪个花甲有安排过自由行？没有，对不对？
自由行是怎么样？就全部都放假，你们水小偷出去，薪水小偷。好，不好意思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，我真的要谢谢你，谢谢毛哥啦，毛哥，他真的是我非常好的朋友。你看，就是你昨天要吃的葱油饼，我敢对我真的要讲，都是他。其实葱油饼、玉米，还有山猪，还有我告诉你，真的是很多。你没事这么厉害干嘛？你就知道他有钱到多闲，一直在帮我做这些事情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对对对，等一下他有帮大家准备一个我很喜欢的这个大肠包小肠片。那行程我告我是小小卖个关子，最后一天。我有点怕哎。对，其实啊，你怕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最怕的是李毅。哎，李毅见欧巴很话很话放进没有啦，但其实也还好，其实也还好，很暖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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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是让大家刺激。结果就老谋深算，这样子。所以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劫宝，你们劫不是晚劫，不饱哎，你们让你吃不饱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晚劫不饱啊，还有劫那个是结束的劫，对。他跟李毅哥可能是不一样，因为李毅哥先帮我们打针，啊，那包哥没有一支针都没打哦，说不定他才是那个最辣秋的人，完全没有期待。就觉得包大哥会走一个我就烂的路线，就是今天最后一天呢，我再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们能让我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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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。我们最后要有当地人的那种精神去看他们花莲的景点。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沟通，我就用自由行的方式，好不好？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五点火车站回台北，这样好不好？大家早安，早安。其实这个领队哦，一开始真的要先问候一下，好让大家有精神。比如说我们到泰国，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。你们前几天哥哥，我觉得你们带的都很好。真的吗？因为很多地方我没去过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好了，既然是哥哥领队，也是希望走比较大自然的，不敢去，要去很远的地方。有吗？有这么久？有敢不讲？你看你们两个昨天、前两天都是说，哎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哪里，直接讲。快，他是死不讲，一直在。其实真正的辣秀才是包哥，没有，因为其实毅哥一直给我们打针，让我们有准备。对，没有没有。但是哥都哎没事，我们就自由行，我们就很 free。花莲真的是好山好水，不会好无聊，去的点都是很宽阔，我就觉得花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，反正跟着包哥走，好吃好轻松好舒服，包好康，有没有？对三位我的伙伴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回忆，他们一定会很喜欢说，哎，包哥你安排的真的很好，不是真的很好，是真的非常好哦。花莲，你们想到是什么族？直接就阿美族啊，对嘛？阿美族。那你们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来到花莲，没有去了解原生态，原住民算是对我们台湾贡献良多。其实我们今天去这地方，直接告诉你们，它叫做马太安啊。马太安，对，它是一个农场。马太安，现在湿地吧？对，那马太安湿地就是阿美族的发源地。那我们可以骑马吗？不是长颈鹿美语，也不是长颈鹿教英文。对，马太安在阿美族，教一下。马太安在阿美族语呢，它其实是树豆的意思。对，啊，树豆，对对，就是树豆。树豆是他们阿美以前的食物的。对对对对，那个地方就是树豆很就是长得最好，或者什么。所以他们就在那群居开心了，反正有吃嘛。记得我好像吃过哎。如果应该都会有去过。餐里面蛮多。好啊。那个地方很漂亮。对。蛮特别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湿地，然后。真的，我看到张文琪已经加快脚步了，油门一踩。他听到哇，这个树豆，或者听到这个有吃的。对吧？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。我是少年郑德义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快点！